我的影子就足以击败你了，放大。好，这一把的话怎么说，打野死哥跟中单死哥哪个厉害？有人说不带仙宫吗？仙宫感觉没有黑暗收割厉害，说实话啊，当然我个人认为啊，以我的理解，我觉得仙宫偷的钱不多啊。还有三秒两秒，好，照。注意拉野啊，注意，哎呀，别给队友拉野了。开关一下，开关一下。一技能可以开关。刷这个我就没必要交惩了。好，完美，还行，刷的还是不错的，刷中大型野怪就可以开E了。刷的有点慢，说实话，刷的有一点点慢，三级学个 Q 吧。好，完美，应该不会反我野吧？惩戒的话，感觉可以。惩戒感觉可以交啊，惩戒。三分钟现在，速度还可以。三分十五秒刷河蟹，这个惩戒我就不交了。刷的这一波刷野还是比较快的，刷的还是比较快的啊，差不多。河蟹直接交成，炸炸炸炸炸炸，闪现 AQ 啊，炸，漂亮，还行，队友还好支援了，不支援这一波小亏。来，去下路带一下，死哥在野区单挑还是很强的，那么插个野，单挑还是很厉害的，炸的有点小歪。那个刷野还是有点费劲的，好，这个时候可以避了。这个时候感觉可以避一下。有人说三 v 一确实厉害，这一波讲道理，他不支援的话，艾克打不过我的。艾克其实单挑他其实打不过我。好，完美。抓人的话其实是可以抓，我们现在刷野速度很快，我们现在32个头，对面32个刀，对面只有20个刀。哦，我觉得上单狗头还是比较好抓的。走，我们先刷一波野啊，下路还不回，很嚣张。交惩吗？是不是很费蓝？所以说第一件要做仪式的章节。好，五级了，等级还可以，吃个级。
回蓝，在野区的话是可以回蓝的。好，石头人再吃一下，然后又可以回家了，对吧？我们不能一直开着 E 太费蓝了。你看蓝就没了，现在没有蓝了，等他回蓝。好，蓝没了。好，毙了。仪式的章节得865块，我马上6级了，等级还是很高的。把这卖了，把这个药给他卖了吧，我们回家直接买仪式的章节，对吧？回口蓝。865块钱啊！线上不努力，回家等金币，没办法，野怪已经刷完了，好吗？好，蓝好了。对面才4级，我现在已经快6了。别急。冲塔者，要撤了，快跑！蓝 buff， 这个蓝 buff 还是要的。别急。直接交成。好，溜了，可以唱歌了啊，下路有机会，来来来，但是我家队友得被一刀才行，不然的话上不了。好，机会来了，直接唱歌，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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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用，不亏，死哥，我这一波死了，多拿了个2个助攻，还行，不亏的啊。先买面具呢，还是先买法穿鞋呢？先买个面具吧，灼烧一下，赚的，其实并不亏。因为我们是先死，多拿了2层黑暗收割。对面走位还可以啊，有一说一，走位还不错。偷鸡很快。打中大野怪是很快的，因为我的 E 技能是 AOE 灼烧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等大大招的，辅助退出的游戏。上单被终结了，蛤蟆被偷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才捞了吧，有闪吗？鸡没有，反个蓝吧，走，他应该没有打蓝，不过也还好，他也交闪了。好，蓝 buff 不亏。哎呀，很难受啊，兄弟们，差一点。好，面具出了，痛苦面具出了。这艾克三环加速太快了，现在有大了，只要队友打架我，哎呀，开准备干了。开场，
可以，完美，一下了两个头，居然敢越塔，我好不把我死哥放在眼里，这一波赚了啊！两个大头啊，下路两个大头很赚的。河蟹被吃了，小龙在打吗？没有打小龙。好，看到我了，没事。走，算了，杀不了。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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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好，溜了。83秒大啊，走了，差一点，可惜。红 buff 没有，我得控下野区资源才行。我现在已经有400元赏金了。船长被狗都单杀了吗？好溜了，船长被狗头单杀了，那也太 low 了，回家来个法船长。然后第二件我们买一个这个，因为对面好像盾有点多，对吧？黑厨，咱们现在9级，对面打野只有7级，压他2级，等级的话我们是比对面高的。出个鬼书，减速，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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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走位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走位特点了。小龙，完美，我觉得对面的红 buff 应该没有打。我想回家出个书了，回家出个杀人术没毛病的。好，完美。13分钟103刀，很多了。这把在没有张线的一个情况下能补这么多刀已经很多了。吃一个鸡，小龙已经控了。狗头杀不了，3-1的狗头还是有点肥的。TP 啊，不踢吗？带套，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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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鸡鸡对面，这么一发育，直接唱歌也唱不了歌了。哎呀，我死的，唱不了歌，书来一本，来本书可以吧？来本书或者直接买个影院怎么样？等一波啊。杀人书，
大招放不了，先买影焰吧。我感觉伤害不够，你懂吗？我感觉我伤害不够。这一把对面打野有护盾 ，ADC 有护盾，这把对面护盾还挺多的。捡回复这把也要来一个，出一个捡回复，别急，我现在发育还不错，这一把。杀人出就不出了吧，杀人出。好，完美，插个眼。你是一个被诅咒的容器。谁来了？日女来了。这里这个是我们的眼。算了。去不了，哎，机会，减速，走，我操，什么走位啊？小带走位，我靠，走位可以啊，走位不错了。反我也是吧，不讲武德。唱歌啊，死死 Q， 哎，还行，不亏。下一件出什么？下一件出一个帽子嘛，看一下放捡回复，想来一个捡回复，捡回复。这一把对面的话，其实吸血还是比较高的。杀人术不买，暂时不买啊。魔抗的话，对面还是法穿来一个，法穿来一个。其实想买个帽子了，讲道理。不怕不怕，小龙黑拿死哥不要怕死啊，死哥没有必要怕死。没抓到，炸炸。小龙来来来，可拿可拿可拿，不怕不怕的，唱歌，再见。砰，日女死了没有？日女没有死，还行。怎么说，这都没中啊。车都没中，兄弟，看没看懂啊？买一个大法穿，好吧，杀人术不急吧。死哥不要怕死啊，死是可以的，站在人堆里面死，但是不能死在一个
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要死的话可以挑人多的地方死。等队友来，可以打龙。嗯，我的伤害还是很高的呀。我来了，惩戒的话900。他骂了个 boss 的没大，很烦啊。不过还好小龙被我拿了，最后一件买个大帽子吧。帽子来一个，帽子来一个。越往后投对于对面来说是不利的，好吗？你这个反应，我奶反应都比你快，我靠！你这反应也太快了，下次别反应了。你 CD 快了，你伤害就低了的，对吧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你 CD 短了，伤害就低；你 CD 长了，你伤害就高，好吧？一样的。上路的话感觉打不过，看什么呀兄弟，什么意思呀？小狗头来了，老弟能套他不？好减速，好闪，算了吧，差点钱，差点钱。艾克又来了，救一下！炸！炸！溜了。死亡比最黑的黑色还要黑。每秒，一技能每秒造成177点伤害。每秒是什么概念？音响，把音响放大。这附近应该是有眼的，毙了。买个书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这把出要不要出个书？来本书，算了，我不买了。大棒来一个。赛好了赛。屁力，死吧你！这都不死，假了吧？这你妈的个八子都不死？有点假，江大力。出个中亚杀戮嘛，伤害不够。好，完美。ADC 单挑应该打不过我。ADC 单挑应该打不过我吧？我在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减速，炸，炸了吧。别想杀我死哥，我死哥不怕死。炸！上不了，小龙的话48秒。
就杀我呗，杀我对了呗。好漂亮，不亏。你摸到有没有？好，有机会，别被反杀。不行，沙弥拉来了，小心。我马上有大了，他再不走他得死，他可能有重压。他们应该要打小龙，这一波打小龙的话可以开个大的。还不走，他这个血量我也可以秒的，十几层，百分百可以秒，除非他有重压。等我十秒，三二，好，你胆子大，不跑，惩治他们，没死吗？我能给你必然之居然没有死，有点没有看到，还有这么多血。那不应该啊，这个吧，他应该大了吧，应该要么应该是大了，要么中亚了。来个河蟹吧，药水回血了。按道理我这个法穿的话，他打他应该很痛的，他做魔抗都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小心小心，你很危险，让我来，你很危险。好，四十五秒大，憋一个帽子吧，小憋一下。三条，哎，龙被抢了，哎，龙被船长拿了吗？兄弟，吓人啊！吓死个人，那我操了个地方，二换四，艾克来了，找个班上，回家帽子出了，神装了28分钟，瞬间把墙拉满，现在拥有600点法强了，现在法强非常高。我来了，最后可以把这个换成帽子，没毛病。好，完美，17级，狗头也17级。出个鬼，想偷个大龙，真的想偷龙。阴一下，他们肯定想杀我的，因为我身上没有重压，他们肯定想杀我，这是肯定的。炸，你看现在炸他一下多痛啊！炸，大没放，奥里谢他。死了之后的话，你有4秒钟时间得放大了，不然的话大招唱的时间不够。一换二不亏啊，死我一个，我杀两个，不亏的。船长在偷塔，很好，破剑者船长。
可以很细啊。船长在干高地啊，好戏，可以，好反应，推塔，推推推，无视无视，推塔，无视这个织女啊，这织女伤害还可以啊，直接唱歌，直接买书了。对面应该是中亚了，不中亚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点数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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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。好，没事。换了一下。中也有中亚杀戮，还有女妖面纱。换了也没东西可以换了，要么出鬼书，要么出这个，要么出这个，这三个选一个吧。这三个里面得选一个。漂亮，四条龙了，空龙龙魂，在你释放终极技能后，提供50%的移速，还行。船长还在疯狂的偷塔、啊、好，不推了，那我们打大龙感觉有机会。你将忘记呼吸，你将忘记爱情。出杀人术有个好处，就是死了之后呢可以蹭出功的，或者开大啊，出是可以出的，好吗？直接开大，对不起，死不死？这都不死，有点假。18级了。沙弥娜的 W 能躲的，能躲我的大吗？应该躲不了吧。我不出杀人术也没东西出来呀，和大剑合不出来，钱不够。神装了，把这个卖了能买1100，然后加我自身1400，2500，2500的话鬼书，哎，钱够了，差不多，哎呀。喂，攻速太慢啊，毙了。买个鬼书。我会玩死哥吗？我肯定不会啊，哪有你会玩呀，我去图个乐呀，对吧，搁这又开始指指点点的。你是最会玩的。杀18个人都不会玩，确实不会。你要说我杀18个还不会玩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变相在夸我。炸炸炸炸，交闪，炸炸炸炸，惩戒开唱，好，小龙大龙来，直接交闪吧，大龙打我有点痛。有蓝有没有？没蓝。回家来个巫术合计。好，完美。都想杀我，虽然说没有中亚，但是杀我没有用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船战里面开个大，对面都受不了了，真的。现在也没必要刷野了，现在基本上已经神装了。来，传一下，传一下。
让队友开吧，队友不开我很难受啊。队友不开的话，对面就打我。别让队友开。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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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击！炸！开唱！炸！炸！哈哈，没有用，兄弟，我死了，这滩泥，这滩泥伤害都很高啊！不跟你开玩笑。哎，漂亮，一波了啊！能不能一波，兄弟？给点力，谢谢。哎，可以。哎，你还往大上走，我没看懂啊。大没大吗？哎，好 Q。哎，一波有没有机会？船长有 TP 吗？啊，应该是一波了。船长在一个 T 没了。嗯。船长没有赢过了。